那么呢，谈话啊，咱一开始吼，就是咱的台语的歌曲，是咱的歌声哪样？啊，咱的第二条歌呢，是咱的英文歌，是咱的 My Way。啊，第三条歌呢，就是 My 哪一点不一样的？是咱的日本的歌曲，咱的东洋歌曲。这条歌呢，嘛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，是咱的もしてし，もしかして。蜕变，你知道敢有人咱在阵敢有介咱听咱的日语歌曲的，敢有听过？蜕变，这条歌吼是咱的邓丽君啊，咱的军中情人嘛，捌演奏过这条歌曲。哎，那我们继续来听这首《蜕变》，谢谢。所以这条是咱非常很有名的蜕变。